第二十二拜，一心观理，经云：当来经灭，佛以慈悯，独留此经，止住百岁。欲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是故，我今至心顶礼，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究竟，第一稀有难逢法宝，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经云，经上说，这就是礼拜我们这个经了。当来经灭，这也是经文呢。以后佛经都是要灭的，这个经叫做法灭尽经。所以有人说，你们佛教也是要消亡的。我说，我们佛教从来没有说要赖在世界上不走，我们早就说过了要灭尽的。第一不灭的是楞严经，所以我现在是比较着重这两头啊。一个是第一步要灭的，一个是最后存在的，这是两头。第一步要灭的是楞严经，现在已经看出来了，最有名的学者他们都在做文章说楞严经是假的，这种学说现在还没有破禁呢，所以是有两派呀。你看，现在虽然都这么说，元英法师还是做注解呀，这是一派呀。而像吕澄，他就是楞严白伪考，从一百方面来说都是假的，这也是很有名的学者。学者解而不行，增长了邪见呢。他们后来这一批人，湖北他们这一些人，还有王恩阳什么，又要说华严也是假的等等，因为跟他们那个抵触了。小、始、中、顿、圆，法相为实。小、始、中、顿、圆这五十，小是小圣，始是开始说大圣，中教大圣法终了，而顿特别了，刹那成就了，圆就是圆满呢，圆教。他拿这个始教的观点来反对圆顿教，所以他们错误就错误在这儿啊，根器不同，说法就是不一样。小圣不谈成佛，就是最多你证阿罗汉，到了始教你可以成佛，禅体不能成佛。大家听过这个话，禅体不能成佛。而中教就不这么说了，中教就是说都有佛性，禅体也具
如来智慧，所以禅体也能成佛，这不就矛盾了？当然是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而顿教就不一样了。顿教说刹那间可以成佛，迷就是众生，悟就是佛，一悟就是佛呀。什么叫三大阿僧祇呀？圆，那更是圆融，圆含一切，因为对象不同，说的法就不一样。比如这数学老师，你现在讲欧姆定律，你给初中讲，就是代数式子，电压电阻之比等于电流，代数式子，这是常数。你要到了高深之后，实际上就不是这样了，是微分的式子了。微分的电压除微分的电阻等于电流，都是变化的，瞬间时时在变。但是你把这个要给那个刚开始的学生，没法懂啊，这种矛盾是必然的，这是教师的巧妙。所以你不可以根据我这个初中学的代数式说你大学念的你那个不对，你这个跟我不一样。现在这些人犯了这个毛病，所以种种的病，卢胜彦的病就财色的心没断，拿这个心出发在这儿坏佛教。像吕澄他们这些都久学成了偏见，这样的一些毛病，所以个个的毛病都成为障碍。经，将来楞严经是要灭的，所以首先有人反对呀。将来慢慢的就越说越多了，他们的这个言论占上风，久而久之大家都说，既然是假的，谁还念呢？必然会灭呀。所以这个不能抬杠，也不要担心，而且自然佛说在前头了，现在这个趋势也在那儿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有一部经最后最后还留下来的，就是我们的无量寿经啊。我曾经怀疑过，我说无量寿经很深呐，这样的经啊，到了末法的时候啊，众生只有10岁的平均寿命了。我们是简洁，寿命是在减，现在我们的寿命在增长，这是个特殊的现象。我也没有什么，我就是自己这么猜呀，可能是一个中星的瑞象，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。按简洁说，每过100年，人寿减1岁。最近呢，看来是人的平均寿命在增长，也正好跟西藏的传说、密宗的传说，佛法要中兴于世界，这两个有不谋而合的地方。
现在，姑且我们先这么看，这是一种中兴的瑞象。所以，大家能够长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要是说快80岁的人还能这么想，那就没有了。60岁都是人搀着，两个人架着，老太爷了。那他们现在，念公指了指身边坐着的男众居士，然后说，像他们这个岁数，现在还能当小伙子，过去那都当作老太爷了。寿命长了，这是一个好现象，这个是中兴，不是老长的。到经灭的时候，人只有10岁，所以那个劫，我们将来来的劫，是刀兵劫呀，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能见面，都是互相要杀，都互相怀疑。我不杀掉你，你就会杀掉我，所以见面我先动手，先下手为强。每个人都是想先下手为强，所以就杀光。人类自相残杀，杀光，所以是刀兵劫。到了那个时候了，最后人类消灭呀，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过去，等待换下面的一个劫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念无量寿经吗？法灭尽经里头说得很好，佛说人类这个时候，法运在这个时候就像那个灯，油灯要灭的时候，蜡烛要灭的时候，忽然间特别亮。所以人死的时候就像夕阳无限好，那也是回光返照，特别好看。人快要死的时候，忽然间神志清楚，会说很多很多话，然后他就咽气了，也是回光返照，这个是整个的法运的回光返照。所以最后这100年，人类的聪明智慧能接受无量寿经，就是如同它这个蜡烛快要灭了，反而比平常更亮，因此他能接受了。那么能接受呢，还有很多人得度，这个再过去会念阿弥陀佛，就是阿舍离，金刚阿舍离，别人不会念4个字了，再过去就没人能念，空中现几个字，你还能念，还能得度的，最后都没有了，那就法灭了，法灭尽。当来经灭，佛以慈悯，佛以慈悲心怜悯大家呀，独留此经，只住100岁，什么经都完了，而独留大圣无量寿经在人间
存在100年呢。时间也是不很长呢，只有最后这100年呢。欲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遇见这个经的话，随你的意思，你所愿的事情都可以满愿啊。是故我今至心顶礼，就是说我们修的人，修32拜的人，因为这个经最后由于它存在，所以我现在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啊。到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，就只靠这部经了，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。这个经是广大、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究竟，是第一稀有、难逢的法宝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要来顶礼这个经啊，最后还来度众生。广大，这个经的内容是普度一切，这个内容是广大，上至极深的华严的十玄，以及人天圣，下至娑婆世界，众生如何种种的造恶呀？所以，从人天圣一直到原教的华严，无所不包，广大，所救度的众生是一切皆得度。许多大菩萨不听闻此法都退了。这部经十分广大圆满，有了这个经，众生他就不再需要其他，所以这一部经就够了。有的经给你很大的启发，但是整个在修持上你不见得用得上啊。金刚经和阿弥陀经都是家喻户晓，但是很多人就是知道了金刚经，你能够理解，也可以随文作观，也可以随着文字般若来练习着观照般若。有的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众生就是办不到的了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如梦幻泡影，这个你把它看淡一点呢，这个众生可以做得到。这个无住生心，那要到登地菩萨他才做得到。登地的菩萨，登地以前这三贤位只能在无住的时候就是无住，不能生心，在生心的时候只能生心，就不能无住。而无住还生心，生心还无住，要登地的菩萨才做得到。所以你知道了这个经，金刚经，知道这个殊胜，但是对于众生来说，他这里头要能够得到法义，
就不是能够跟生活打成一片，跟一切一切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，只能用得上其中很浅的一部分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你看到这个如梦如幻呢？当然，这个对于很多人就够了。这一关他就没有破，他对于一切有为法，他正是津津有味。但是你把这个破了，不怎么样啊，你就是看了如梦幻泡影，你顶多就是不作恶，做点善，还是不出这六道啊。你怎么才能出六道啊？一般都是要数出，那要断见思惑，那很难呢。所以方便不够啊，又要有方便，又要有理论，又要有实际，有种种的圆满，那就是无量寿经是圆满呢。这么圆满的一部大法，它又是很简单吗？无量寿经并不很长，一本就完了，而且是你念，只要念六个字啊，再简单没有了，小孩都能念，所以很多小孩就念呢，照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而且直截了当。你念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心呢。你念佛，你就此身已在含元殿，直截了当，你就是本尊，禅宗密宗都在里头了，所以也是广大直截呀。这个始觉是和本觉的，所以直截，珠子放光就照珠子本身，多么直截，手电灯就照到外头去了，向外面去寻找，自个儿是什么反而没照着，外头很亮，远处很亮，这就不一样了吗？方便，度生来说都可以，最容易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最便利的方法，称为方便，这是通俗的说法解释。究竟方便的东西往往就是，有的人说方便处下流，但是这个它是究竟吗？它又方便又究竟，彻底呀，不是出下流，不但不是出下流，而且是究竟，是最彻底的成就。所以对于这部经，这些赞叹之词就是广大、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究竟，第一稀有、难逢法宝，这些话都是如实说的，不是感情的关系。夏老师，我汇集了这个经，我就用一些美丽的词句来赞叹一番，那是
不行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理智代替感情，一切都不是感情出发呀。这个第一稀有难逢法宝是谁呢？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是顶礼这个经，这个经题也就非常殊胜，是两部现成的经题凑在一块儿。大圣无量寿庄严，这是一部经，这是宋译最后翻译的。无量清净平等觉是汉朝翻译的名称，所以把宋译的名称搁在汉译的名称的前头，自然而然成了这么一个名称。成了这个名称之后，就说这是大圣的法，人法欲都有了。这个法是都广泛救度的，不是小圣。无量寿，这就是我们的本体，彼土的佛，这是人。庄严清净是法，大圣是欲，平等觉又是佛。这个意义，这个经题要讲起来可以很深，而且很自然，所以这部经是我们三十二拜顶礼的对象。所以经是可以供的，可以礼拜的。在日本，我到处都看见南无妙法莲华经，有好多日本人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，念经题都是有功德。这个地方拜这个经，刚才拜了佛，拜十方佛，这个地方拜这个经。